青霞，青霞，给我倒杯水来。来了。做噩梦了吗？最近午睡啊，一直不安宁。是我不好，给您理胡须，害您流了血。嗨，没事儿。哎，我也不能总让你照顾，这成什么样子了？青霞，你多陪陪聂真那小子，他没有你在，这说不定又在外面闹什么事儿。行了，我再休息会儿。我就是在等他回来。快点，是。再快点。管家，你去城北的铺子买一些安神的香料。大帅最近睡得不踏实，他可以焚香办公，这样也可以安心养神一些。好嘞，少夫人。小雨，你去城南的花坊购置些新鲜的鲜花回来。咱们这聂府啊，整日沉闷得很，少帅大帅都是喜欢生机的主。是少夫人。阿轩，你去仓库把煤油搬出来。少帅今天说放在那儿似乎有隐患，你先拿出来，次日再放去车房里。是少夫人。你已经知道了，我在等你回来。我从来没有瞒过你。我知道你没有瞒我，我也知道你与市长他们在博弈，一定很快就能知道真相，所以我一直在等你。但我现在才发现，我其实没有选择。该结束的总会结束。我等你回来呢，就想好好跟你道个别。小蝶，你别干傻事。少帅，聂真，我真的很满足能够遇到你。必须要为大小姐报仇，为了复仇我害过你，我们也才因此结缘的。如今我已经知道是大帅害死的大小姐，与你好好道完别，我也可以安心的走。小蝶，你放心，聂府上上下下的人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今晚
只有我与大帅。回葬身在这火海里。小蝶，我知道为你的大小姐复仇是你最重要的事情，我也知道此刻的你一定特别痛恨我的父亲，但我想让你知道我也特别恨我的父亲，他在洪州为非作歹，无时无刻不扮演着伪善的面孔，他甚至害死了我的母亲，所以这把火两位在这儿商量什么呢？沈小姐，这才多久不见，你就不记得我了？我，严冰冰啊。严